海南省区块链财政电子票据应用管理平台于近日正式上线，澄迈县人民医院成功开出了首张区块链医疗电子票据。在澄迈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，患者王先生利用手机获取了海南首张区块链医疗电子票据。现在用了这个电子票据之后，挂号啊也不需要排队啊，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电子发票。我的以往就医的那些的票据都在上面，每个月就医使用的票据都可以查询得到，这些确实挺方便的。区块链财政电子票据使市民缴费开票最多跑一次，实现患者看病线下跑变为网上办。电子票据整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实施监控和管理，从根源上去杜绝跟假票骗保的一些行为。区块链电子票可以助力智慧型医院的一个建设，可以在线上医疗、线上缴费和一站式的报销。防伪可信、可追溯、不可更改是区块链电子票据的主要特点。区块链与多技术融合的应用，让数字经济更可信、更有活力。把区块链财政电子票据应用到民生、交通、公检法、医院等行业，让数据多跑腿，城中小跑路。